Bon, c'est chiant. Quoi? Quoi, il y a un dossier, enfin. Cantine, cantine, cantine.左边写短，右边写长，或者是非常的长。拉开往内收，往外张，往内挤，往上挑，往外拉。草。往内收。短那长，懂？竹笔画拉长，次竹笔也拉长，主要竖画也拉长，点点高。拉开，拉开，收紧，收紧，拉长，靠上面，上面写宽，下面写窄。右边写长，写中，写长，写扁。就有写过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降低，拉长，写轻，稍微靠右边一下，右边写长。没有封好，烟写长，写短，写开，这个它偏上面。长加重，点，写重，弧度，写轻，往
往上斜，往内缩，往内缩，拉开，往上翘，唇，耳朵旁斜小。拉长，收紧，拉长，撇短，拉长，中，中斜扁，上面可以伸长，下面斜短，往旁边拉，往内。齐，拉开往外面张，以前很喜欢写一点呢、啊。书，我来写个双主笔。这是第一个主笔哈，然后第二个主笔可以在下面这里可以再长一点点的双主笔，事实上可以不用写那么长，不过在这篇里面，双主笔的次数还蛮高的。